现在，一切真的结束了。真希望这个世界不再有纷争。是啊，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争斗纷扰，大家都能开开心心的生活，那该有多好！哎，你刚跟太后说了什么？朕和她说，朕想把皇位传给川儿。 然后找个没人的地方，跟你长相厮守。好啊，这个世界哪些地方最漂亮，我都知道。我们一个一个去游玩，然后想一个最漂亮的地方，盖一座房子住下来，安安静静的生活。如果留在这儿生活，你会不会想你原来的世界？也会。 我早就说过了，他不是这个世界的主角之后，不但失去了运气加身，而且他还会被越来越多的厄运反噬，所以我也没有办法救活他。求求你救救他，他不能死啊！能救他的人只有你，是你的到来使他改变了一切。 也只有你的离开，才能让他继续做这个世界的主角，重新获得生的机会。让我想起曾为你忘掉的谁，想到他离开时的神态，我终于明白什么叫做痛彻心扉。 我以为和你出生入对，秦玉，秦玉，才是我最想要的生活，可是比起这个，我更想让你活着。秦玉，对不起，我爱你。 把爱寄托下一个梦回，让我想起曾为你忘掉的谁。想到他离开时的神态，我终于明白。 过去的秦玉只是个君王，眼中只有正事。现在他不一样了，哪里不一样？现在的他眼中有你。 秦玉，你醒了。
我是不是要死了？不会的，我不会让你死的。陛下恩怨，和你在一起的日子，是我这辈子最快乐的日子。落寞时身锁在，我也是。能够穿越过来遇见你，我一点都不后悔。梦中的本来答应你要照顾你一辈子，可现在以后照顾好自己好吗？你已经做得很好了，我不会让你死的。我是作者，我不会让你死的。若是惊鸿一瞥，清风明月，与你许下云烟，情愿最后的结局还是由我来写吧。相无眠，往事恍若云烟，回眸之间，恨怨无休言。若你一言万年，苦苦否认，只为我而留恋，爱恨重叠，阴晴悲欢，人不觉月圆，我便高举烈焰。对不起啊，我可能得再修改一下。好吧，尽快啊。可天真说再见了，几年已经泛黄的快乐，有些话本能好好的说，我不再是求个终归则。来宾、老师们、同学们，我宣布秦岩希望小学今天正式成立了。淹没在城市之中，时光交错，命运捉弄眼前。严老师，给签个名吧。熟悉的轮廓，别来无恙，你还好吗？泛红眼眶，笑着。